咱公司有公司靠出来的，所以咱公司吼啊，嘛爱鼓励咱这民众吼啊，下班完啊，会当吼啊来到咱这体育场来做这运动。好、哦，暗时吼啊，从全家大小拢会当来走出户外，来到咱这体育场来安尼度假这运动。啊，咱伫这建国路吼啊这边吼，针、哦、对吼、哦、这个夜间的一些照明，那么增加了许多吼、哦、这个照明设施，以及比起来呢投诉灯，咱增加26盏，在步道灯增加了20盏，全彩灯那么增加了4盏，也当讲吼民众来到这运动场咧使用上，伫照明吼咧运动会更加吼更加方便。啊，会当讲透过吼这些灯光，互咱民众感觉吼提升，伫咱这运动场吼一款氛围。因为吼即摆吼啊来到运动场，会感受讲啊来到遮运动会更加无同款，这氛围好像吼在一个城市那种感觉。啊，尤其吼马背风中心报告一个好消息，咱这次吼在前瞻计划嘛提供吼一款这计划吼啊要来修缮咱这体育场一款周边的吼，比如讲这篮球场以及这网球场吼一款修缮，也获得吼一些补助啊，总共金额是1011万。会当讲哦，管建物甲咱公司嘛一款自筹，啊会当讲，互咱民众来到这样运动的时吼，有更加更加好的一个环境，啊嘛当互民众感觉讲哦，在环境更加安全。这嘛是咱公司今年提出来这个健康链一款方向。欢迎好朋友，会当讲吼啊，所有的安尼，大家来到这体育场来使用来运动。啊，阿公强。